失败固然可怕，但网友的成功更让人心寒。爆改就爆改吧，反转出来的时候我小脑直接萎缩了。怪不得女主认不出童年的玩伴，直接从闺蜜老公变成我老公了。果然学美术是男人最好的医美。直接从杜海涛爆改成胡一天。为你想着撕心裂肺要什么结果，不是哥们儿，你把前面那个人吃了。直接从甜妹爆改成张起灵。最近很流行爆改是吧？为你想着撕心裂肺要什么结果，眼睁睁看着中年大叔变成男大学生。抖音。